大家好啊！今日就嚟玩一个新游戏，咁咩游戏大亨啊？呢个游戏叫咩？系15392排名，黐线咁忙，你下恭喜你，然后点啊？你点啊？瞓觉，睇下先。月之骑士，我真系睇着，哇两杀三杀，哇，计得咁劲嘅，有冇可能啊？睇下先，点解可以咁样嘅？研究，其实呢只机系不断挂机得噶咯。哇！成40几分钟啦，已经，失败，开始跳，即系升咗啦，取消，哇！又要货金啊，电竞中心，研究。拣呢个，年金，睇下先，哇！今次好咗好多啦，已经，哇！打和啦，死啊，冇啦，死啊，系十八，一神 carry 咯，呢啲咪叫，哇！总之赢咗就得噶啦。睇下先，1年1月2日，哇，51杀啦已经，瞓觉，冇力啦已经，操作系点样学嘅呢啲？生涯直播。睇下先，不斷用呢只煉金術師啊，又繼續威，又死啦，輸啦，開始輸啦又。其實係咪呢只 game 一直咁樣玩就得噶啦？我咪退場啊！今局輸得好差喎，唔係係輸得。贴贴服服，又唔系喎，嗱我冇讲过嘢啊，继续打，打赢佢啦，反攻，70、80、90，哇啲人21杀黐线，又加到25，电竞中心，睇先。我点样加入战队？月薪呢个咧就开始比赛。有冇可能赢咧？其实系咪输咗啦？已经。我系咪输咗啦？已经 solo 王者，咁就冇晒啲钱啦。个人劲啊！睇先，又继续打，又用翻呢只炼金，得两杀三杀，哇！哇！啲人哋可以咁劲嘅，唉，追唔到啊！哇，追到啊，追到！其实究竟点样可以升嗰意识啊、团队嗰啲，好想知啊！
28、31、終於去到50，哇 MVP 啦，13、MVP 嚟喎，研究增強，首先應該手熟。加流，跟住点咩？影西啊，我唔知喎，佢打咯，天牌，继续用翻呢只，呢只根本就系完全系 carry 晒成队，哇！一下又俾人晒咗几。有冇咁劲？嗱，吹法我完全零杀，有冇可能啊？咁废嘅只，头先仲用得好地地，哇！不断俾人杀，不断俾人啊，终于杀到一杀，哇！好惨啊，虐待啊，冇意思啊，新来。睇下先，系咪喺玩乐嗰啲直播？我要直播，至少3000分。我而家几多分？啊，差唔多噶啦。赵云，月之骑士，应该攻击系强嘅啫。啊，未必系啦，两杀。五殺，哇！助攻三次，六殺、七殺、八殺，哎，死一次，兩次，但有九殺 OK， 但係咁樣贏就得㗎啦。哇！呢只趙雲好勁啊，金局 MVP 嚟咯，唔係又加25，又繼續用趙雲。守望啫，我系咪应该又要瞓觉呢？比赛进行中，但系依个 game 唯一唔可以，哎呀，因为一杀子金局，嗱杀多啲得噶啦，或者月光骑士唔掂喂，嗱喂点解咁少杀啫？啊，终于。差少少，差少少啊！系咪瞓觉？睇呢只 game 就系不断挂机嘅，有咩拣？啊！呢只我唔买广告，有咩啊？船长，究竟边只鹰啱我嘅呢？哎，算啦。我呢只嘢都唔咁啱嘅，三，哇，差唔多追到啦，29、30、35、38、39、42，得追唔到啦，開始成功啦，贏咗啦。哇，好快喎！呢只好耐喎，睇下先，仲有咩選擇嘅？阿賢家訓練，睇下先，而家揀邊只？煉金術師，月之騎士不用，不斷升爆佢。英雄團隊意識操作，
咁我而家就一定要不断用嗰个咩月之骑士啊，继续打。我只月之骑士咧喺度，有啦。咦、哎？我发觉我头先见到上面有数值噶喎，一杀。喂，月之骑士唔系咁啊，两次助攻，会唔会咁啊？三次助攻，四次。哇，助攻王嚟嘅喎，喂，唔系咁废啊，差唔多九钟啦，唉，得啦，开始上位啦，廿七打和，诶唔系喎，又要继续，五分加唔得嘅呢个 game， 跟住再打，啊咪上睇上边嘅实力啊。死啦！我只召唤冇咗。哇！咦？点解？哦，研究点？原来嗰啲研究点系咁样储嘅。我明啦，我终于明啦。哇！咁局癫咗啊！我觉得真系要升下个炼金术师先啊！睇下先，36殺，40殺，又要升啊！英雄夠，煉金術師，好啦，今集嚟住咁多先啦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